我说真的，咱们这个就是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那个小狗的法律援助啊？这我妈她老弄我呀，她睡醒了她就弄我呀，哎呀，怎么事儿的？等你醒了，咱俩就下楼啊，咱俩今天还有事儿呢，有正事干呢。哎，行了，别弄我了，走。这个，咱们今天就不出外景了啊。这个怎么事儿的呢？因为咱们今天这个主线任务就是下楼来取快递，这个快递是我的 MAMMS 阿姨跟我的地势仙叔叔给我寄的这个山东特产啊，这个我的好朋友给我寄的。妈，你快点的，那人给你说了用那个上锅蒸一下，你把我盯着干啥呀？啥时候能吃上啊？这馒头老大了，这我妈还挺聪明啊，这切成小块也给我蒸了，不然那锅放不下都。我搁这等着的啊，妈，好了喊我，就请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哎妈，呸，有点烫呢，这烫嘴皮儿，你别搁这等着了呀，妈，你反正闲嘴的闲的，你等他娘得等多久啊？你给我吹吹呗，给我吹吹，你先给我整一口的。哎，对啊，那就好。啊妈，哎妈，这口水咋乱飞呢？妈，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北方的馒头啊，这个确实不一样啊，它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层次分明。这个口感扎实，有嚼劲儿，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妈，喜欢吃啊，妈喜欢吃，嗯，那剩下你给我蒸好那个玩意儿，等会儿给我拌狗粮你啊。我的 MAMMS 阿姨跟我的地势仙叔叔，谢谢你俩哇，谢谢你俩心意小叔都已经收到，也已经吃到了啊。我的这个地势仙叔叔前几天还下了班，专门开车100多公里去给小叔找的馒头啊，真的太谢谢你俩了。你俩有啥想吃的，跟我妈说啊，让我妈给你们整的，都记我头上啊。小叔爱你们。